在日前接受男友赖鸿国求婚，在微博上晒出钻戒，宣布即将成为人妻，迎来广大网友们祝福。近日阿娇上节目闺蜜睡房时透露有长期失眠的问题，必须在全黑的环境下才能入睡，不过这个问题到台湾旅游时却被打破，甚至一路睡到天亮。某次在赖鸿国的诊间做治疗时，阿娇瞬间倒头秒睡，让诊所护理师直呼：医生，你老婆很喜欢睡觉吗？